哦，村木镇，哎，这个是人图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他们可以拖很多时间。说不定等等我们可以遇到那种就是超狂速修，2分钟直接开我三台，哇，吓爆，真的是吓爆。这张图没这么好打啦，这张图对银鬼来说算蛮，对走路鬼来说算蛮难打的。你们看，我的毁灭一看就没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局有希望，这局可以，这局可以。这局可以，这局可以。还想骗呢、啊、哇，你确定你要在这个版跟我玩？哦。哦，他会骗哦。主播怎么只带一个技能？哎，那也没办法、啊，这是为了他们啊，你懂吗？为了他们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有机会有机会，感觉玩得到封门了。这边那边那个地下应该有人修，因为刚刚我的毁灭那边被拆掉，所以我觉得那边应该有人修。对，有人修，进度很高。哎呦，你跟我跑同一边，你确定？兄弟，我就说啦，你跟我跑同一边，你确定要跟我跑同一边吗？然后我先把地下那个板踹掉，因为地下那个板很强。我们先踹掉它。安娜，小安，你为什么不拔掉快刀来玩无技能？你玩人类玩无技能还有得打，你玩鬼玩无技能就纯粹是纯粹在自虐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是 N 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可能让你有点失望了，我没有那个兴趣。哎呦，漂亮漂亮，漂亮漂亮，就这样子继续修，接着修，不要跟我手下留情，赶快修。他们这应该会有人出来要救那个人，我们在这边等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就是这样，赶快修，赶快修。嗯？哎呦，阿诺什么时候过去的？哑巴，什么时候过去的？好屌哦！好，感谢小商董的75，快问主播为什么带封门。快问主播为什么带封门？哎、欸，我要走这边。干，我怎么卡住？我哪里卡住啊？嗯？他上去了吗？我追错边了吗？我追错边嘞。然后跑出去嘞，好吧。那我就不踹了啦，我给他们修啦，我让他们修，因为。他直接往小屋跑、欸，哎，这个人也是，这也是蛮屌的。哦，哦，漂亮，每个都贼哈，漂亮漂亮漂亮。总听到发电机快开哦，就听那个声音啊。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你们尽情的修，不要跟我客气，赶快修，赶快修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我就不控你们发电机了，赶快修，抓到谁我就追谁。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接着修，接着修，不要联系我，真的不要联系我。哦，有人在这边，他应该下去了。
他没下来吗？他怎么不下来修？这台快开嘞！我就说不要联系我了。这个人，好，骗到一个板，漂亮。这个人在那边给我搞哎，这个黑人。他给我下去，这个人。哎呦，对哈，漂亮！好，漂亮漂亮，对哈。哦，说好不踹鸡的，可恶，我忘了我。你们看，你们注意一下，看一下影片下方台主的描述。台主是个记忆力非常有问题的人啊，大概是偏向金鱼脑那种程度，所以你知道有时候不然忘记也是很正常的。哦，大跑。漂亮漂亮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修修，不要给我，不要联系我。哦，哦，四八是卡住了，地下室不在这哎，啊，哎呦，这边怎么下了一个板？那边怎么下了一个板啊？吓死我了！我想说怎么突然就下了一个板在那边，有一个蹦的声音。好，漂亮！说好的不控机呢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我的本能啊，这是我的本能啊，各位。哎，他怎么往这边跑？他不救那个人哎、欸？地下在小屋，有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往那边跑了。好，不管他，我们去这个地下看一下。可恶，可恶，我的记忆力好烂哦，我怎么刚讲我就忘记了？好好，我不踹，我不踹，我不踹机，我不踹机，我让他们修，赶快修啊，赶快修！你们真的赶快修，不要联系我啊！我讲真的。不要跟我客气，修爆我，把我修成白痴，修成低能就好。哎、啊、哎、欸欸，这个快死嘞、欸！这个再一刀他就死嘞、欸，因为他现在已经三挂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漂亮。这个。我不挂这个啦，我不挂这个，因为他再一挂就死了。我想要玩崩门，我就故意让他倒在地上，然后我们去看别的地方。哎呦，啊！哦，我记得这个黑人好像也是再一挂就死嘞、欸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能砍他，不能砍他，再砍他就死了。我刚看到一个明明在这啊。我看到他，我刚看到他在这边。哦，这个敏敏很会哦。有，秀开了。地道在那边，我看到了，在那个大门正中间。有，我看到了，可以，这个敏敏还有得挂。可以。先开门。我、哦、门有点远哦。
我们去找那个黑人，找黑人。哦，好像有机会哦。哦，你在那边猜我的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哦，完蛋，这个好像要出去嘞！我在想，怎么办？好像来不及耶，因为这个不小心跑出去了。我的那个。也没了，我的一刀也没了，好快！我刚想去守我的一刀，就直接没了、欸。啊！可恶，他要大跑！可恶可恶！而且我刚刚看好像有钥匙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就这样继续跟我玩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。时间快到了没？怎么办？时间快到了没？我是不是可以抱啦？我是不是可以抬他啦？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封门还没那个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有钥匙，他手上有钥匙，还没吧？还没吧？我觉得应该还没。他们现在都在门口补血，他们一定想不到我封门。我在等，我在等，我等他们过来，等他们过来。因为他们现在会减慢那个速度。啊干！有一个跑出去了，那个比较聪明的 P4，啊，好可惜哦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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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一个在那个大门他也出不去哈哈哈！只有一个比较聪明的先出去啦，我看你们怎么逃生的、啊。他有钥匙，他有去开地道，所以我要先砍倒他，我不能让他过去。啊！爽了，爽了，爽了！封门抓到三只还行啦 ，P 四比较聪明，他先出去了。啊，好爽好爽！到底在打什么东西？今晚我想来点串烧。但封门的挂数不够，然后加上那个什么。这个反正发电机什么都不太够这样子。哦，对啦，他有钥匙，为什么我要砍他？就算他有钥匙，我如果让他往前跑，他就去地道，所以我一定要把他封在大门，不能让他走。所以你看我为什么不砍那个黑妹？我砍他，就算他有钥匙，地道就在前面而已。他如果开地道，我又多跑一个。然后只有这个比较聪明，他应该是知道我有封门，对，这个应该比较聪明，这我在观察的。哦，可以可以，抓三只了，哦，好爽好爽。
这道真的是有够白痴的，超智障的。他如果再慢一步，他就一样是留在里面了，就一样四个人，笑死了。好啦，这局蛮好玩的，终于打到封门了。